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纪录新发现》。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饮水思源，远流长》新社。九二以后的社区转型，让新社成为休闲农业的明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发现新社。新社位在台中市中部偏东的河街台地面，面积近69平方公里。200多年前，此地位在平埔族埔子离社与原住民泰雅族活动区域的中间地带。清代实施生番与汉民的隔离政策后，这里成了熟番平埔族移居的新番社，新社地名由此而来。凭借清廷的官方势力与九庄妈信仰连庄的组织力量，客家的垦民成功地驱逐泰雅族人。后来在汉移民经济利益的掠夺之下，平埔族也无奈地离开了这片土地。日人为了建造蔗苗养成所，曾爆发警民冲突的马利埔事件，而灌溉蔗苗用的白冷圳却造就新社百年的产业发展。花海推升，休闲观光日益蓬勃。新社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太空包香菇产地。然而，永续经营与环境保护也成为刻不容缓的议题。名片上的头衔是新社九庄妈的卤煮。你是多子哦，恭喜哦！从卤煮的家门口到小巷弄大马路，挂上的新社九庄妈的旗帜以及指示牌，会指引居民或是香客前往。相传在200多年前，一位新社庄民到东市角采樟制脑，滂沱大雨中，在一处荒废的破草寮里，意外地发现一尊淋雨的妈祖神像。大雨过后，便在制作樟脑的工地旁搭盖茅屋奉祀。后来庄民返回新社，便将这尊妈祖迎回家中供奉。后来地方人士协商，由新社、大南和马利埔等人口较为密集的9个庄头轮流奉祀，代代相传至今，这是九庄妈的香火缘起。如果卤煮家中设有神明厅以供奉主神，那么到此做客一年的九庄妈不会反客为主，卤煮会以客位来供奉。某种角度看来，神的特性其实也来自拜神的人性。有神无庙是新社九庄妈最大的特色，也是一种随遇而安却不忘其本的传统。在农历过年的大年初三到初七之间，则一日绕境，
九庄妈起驾后的隔天便以新炉主的家宅为庙，这多少也反映了早年的先民遇山开路、逢水搭桥的韧性。心中有神，处处是庙，的确是一个客家庄的重要的信仰。这个信仰圈呢，它没有庙宇，在台湾是一个罕见的这个信仰形式。它透过每一年以炉主的形式居住在不同的聚落的这个形式，形成一个有趣而且有机的这个信仰圈。这个信仰圈呢，妈祖住跟走啊，就是妈祖进来跟出去是要迎跟送的。这个迎跟送呢，会启动酒庄的人一起来活动，因为要绕境。这很显然是在一个拓垦时期，人群之间利用信仰所构成的一个怎样很坚强的彼此联系的防卫圈。庄头上130户的户长直角，排号顺位倒数第二的张雅顺，以连续8个胜角而确评中选。当时已经是半夜12点多。汉族客家人入垦新社，凭借着九庄妈信仰凝聚地方联庄的组织力量，让九庄妈绕境的庆典延续了200多年。早晚敬香，以鲜花素果来供奉九庄妈，这是炉主的职责所在。九庄妈炉主哈，就是用轮的，有咱10月半。各庄头哈，会互长落去拔杯，上一杯就是炉主，第二一杯就副炉主。决定了炉主副炉主啊，咱去找庄人哈，一对这生命代志较了解的人落去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成立咱管理委员会哈，就是讲九庄妈后界要出巡、作修种种的工课哈，啊，而且才有法度运作啊。位在台中市中部偏东，新社的面积近69平方公里。新社河街群共有14处河街台地，主要分布在大甲溪西侧的新社、石冈和丰原一带，是目前台湾单一河流区域内河街台地接数最多、面积最大的河街群。大甲溪啊，和周边的土地隆起的过程当中，因为板块运动的挤压，所以台湾的土地隆起。在隆起的过程当中呢，大甲溪带来的大量的这个沉积物呢，堆积在当时大甲溪的河口附近。那新社台地呢，就是早年大甲溪的河口，因为后来土地又上升，所以大甲溪呢逐年往下切，然后这个逐年下切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是一个不等量的运动，停下来的时候就变成平坦的河街，下切的时候就变成河街的河街崖，啊，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一共10几次。河街的表面地形平坦，由红土砾石组成，其中以540到550公尺的7分与10分河街最高，420公尺的新社河街最低。200多年前，新社一地为原住民泰雅族与平埔族埔子离社的中间地带，为了防止生番出草伤人，乾隆年间在此一带设隘防守，由已规划的熟番埔子离社的隘丁守护，并授予种粮的土地，于是新社成了平埔族人迁居的新番社。新社一地的地名沿用至今。后来原先在石冈一带的客家系汉人向新社的埔子离社民租买土地，以从事农业生产。
乾隆晚年，汉民大量拥入后，普子离社平埔族人的土地租卖殆尽而难以生活，便迁移到普里地区。道光末年，代潮春事件平息后，彰化县府派兵到东势角设置，此地归属次东上堡新社区。以客家系汉人为主的移民陆续建庙奉祀神明，除了普遍可见的伯宫与百姓宫以外，建于清咸丰年间的镇安宫是新社最为古老的庙宇。然而九庄妈却是当地最重要的信仰中心。根据1928年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课的统计资料，新社乡客家人的人口占有比例高达 95.52%。 在大战过后，外省人闽南人陆续移入之前，新社乡可以说是客家乡。有别于北部桃竹苗海陆客、南部屏东的潮州客，新社与东势石冈多半属于大埔客，部分掺杂着中部地区惯用台语的福老客。信仰、宗族、社区意识三者相加，让新社呈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简单的屋舍外观给人朴实的客家庄印象，几乎看不到声光娱乐的设施，简单和生活画上等号。惯于琳琅满目的都会游客来到此地，也许会挑剔这里的文化面貌不够多元，城镇没有什么个性。然而假日的车水马龙，平日的淳朴秘境，新社在动静之间早已处之泰然。一大清早，炉主打开神明厅的大门，方便早起的居民前来奉香。骑车路过的两个同学说，他们也都几乎年年参加九庄妈绕境。一般是在凌晨三四点集合，天还没亮就出发，中午前走完全程。十年的炉主张雅顺40多岁，曾经在电子公司上班，当过保险业务员。921大地震后回到老家种葡萄。谢天谢地，先敬拜后采收。2分多的葡萄园，每分地约可采收2500台斤的葡萄。从祖父的年代，一甲二分地主要种的是葡萄、枇杷、梨子，到了父亲那一辈，三兄弟分家，4分多的地直到今天。伴手礼盒5斤装，70岁的老母亲加上太太一起，农家一家总动员。新社葡萄的产季可以长达8个月，农历5月到隔年1月都可采收。张雅顺是新社的本地人，曾祖父在日据时期是种苗改良繁殖场的佃农。日本据台后，新社改为台中厅东势角直属新社区。西元1913年，新社发生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农民运动，导火线是日人为了设立大南蔗苗养成所，迫使地主让出土地所有权而强制低价收购农地。气候好，海拔又有一点的高度，晚上呢气温降低，病虫害少，
所以他选定了新社这块土地呢，就开始替当时浙苗养成的一个财团呢征收了新社台地，分几次征收了新社台地，大量的土地最多到达1000多甲，土地都是农民的命脉。新社台地上面的农民被用低价征收的过程当中呢受不了了，所以就到总督府的宪兵队去告发这个事情。新社的农民大概告错了，应该是告警察，结果告宪兵，所以出了个问题，最后就发生了警察跟民众冲突的这个事件，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马利普事件。在隔年起诉涉案的117人中，有57人遭到判刑。接下来的5年之间，日方持续购买征收土地，共计多达1100多甲，作为浙苗培育与配种的苗圃，来生产优良的甘蔗品种。马利普事件是对抗日据统治的集体记忆，也是浙苗养殖所改变新社从旱田到沃土的历史见证。马利普事件爆发的同一年，浙苗养殖所正式营运。养殖所在战后的耕者有其田和工地放领政策，加上成为安置清泉岗机场安迁户的新住所，上千公顷的苗圃有高达90%的土地放领出去。种苗改良繁殖场目前只剩105公顷。大南浙苗养殖所改了次名字，1981年定为种苗改良繁殖场，后来隶属农委会。大门正对的种苗大楼是行政办公的所在，老式的砖瓦房舍是员工宿舍，几十年来外观几乎不曾变过，初来乍看，恍惚之间以为时光倒流。宿舍旁的光复纪念碑，在光复以前是日本神道教八幡神社。日治时期上下班会准时敲鸣的塔钟就站在大门侧面警卫室的后方。跟着养殖所兴建80个年头后，在10几年前经过翻修，老塔钟后来改了名字西钟。一般农民其实不会到此洽工，在地的一些老农友有时会到此地散心怀旧。走着走着，回首浙苗养殖所已经1个世纪之久。日台友好之桥抽藤坑西1号桥，桥旁的白冷圳纪念广场纪念的是新社唯一的水脉白冷圳，还有白冷圳之父基田千雄。墙面上的浮雕说的是白冷圳的故事，也是新社地方的历史。曾经参与迦南大圳测量与调查的基田千雄，是八田雨一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的同窗，也是当年来台同住台北西门町的室友。好，我们让记者。几年前，基田千雄的独生女梁子在白冷圳完工80周年时来到此地。在她童年记忆的片段印象中，常常想起母亲在煮晚餐时与父亲讨论水圳建造的事情。如今新社人尊称父亲是白冷圳之父，这让他感到光荣和幸福。1928年，基田良子在台湾出生的那一年，
为了推广改良繁殖成功的新品种爪哇大金种蔗苗，台湾总督府决议兴建水圳来灌溉苗圃。相较于原有的爪哇小金种，品质更佳的新品种需水量大，白冷圳的兴建可以有效解决问题，一并克服千余公顷苗圃旱地的灌溉难题。委由日籍工程师基田千雄设计，总督府内务局施工，历时3.5年的工程，1932年白冷圳正式通水。全长16.6公里，运用地势产生落差原理的自然工法，全线的导水路无需耗费能源。白冷圳起源于白冷高地，沿着八仙山蜿蜒南下，经过了2号大洪溪沟、3号大洪溪沟，然后到新社台地的原解干线终点为止。它遇山则凿隧道，过溪谷则做渡槽，遇到溪谷则建立导洪溪沟钢管，来运输水到整个新社台地。水源取自大甲溪，进水口在大甲溪左岸的白冷高地，故名白冷圳。每年的农历7月25日，新社乡亲会在白冷圳的进水口旁拜圳头。从进水口沿着大甲溪左岸陡峭的山壁，到新社台地新五村圆窟的终点，再经由大南与马里埔两条支线，流往各个灌溉区。运用自然地形落差的位能来累积动能的自然压力，将某一端高处的水送至另一端的高地，将白冷高地的圳水一路导引到新社台地，圳水不会逆流，也不会停滞。白冷圳一共设置了3座倒洪溪管，其中全长347公尺的2号倒洪溪管，至今仍是远东地区最大也最长的倒洪溪管工程。为什么叫倒洪溪管？那个它叫倒洪溪管，事实上它是讲 U 型管。那个 U 型管，就这个洪溪的颠倒嘛，它叫倒洪溪。那事实上它跟洪溪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洪溪的原理哈，它是连通管的原理哈。其实白冷圳本身运用的并非洪溪原理。如果将倒洪溪管改为倒洪溪型连通管，也许比较恰当。几位新社高中的老师在10多年前的一次田野调查中，意外地发现殉职山冈荣先生之碑。在汽车止步的田野小径，走过玉蜀黍田和枇杷果园，往前100多公尺的溪畔，是当年日籍老师山冈荣舍己救人的现场。昭和5年，只身来台的山冈荣老师任职东市农林学校，这所学校就是新社高中的前身。到任5个月后的某一个夏天，因为下午的一场豪雨，造成石水科溪的溪水暴涨。当时有几位家住7分的新社公学的放学学童受困在沙洲上。山冈荣老师得知消息后，立刻加入抢救，奋不顾身跳进石水科溪，结果不幸被洪流卷走。感念这位舍己救人的日籍老师，岸边建了这座殉职山冈先生之碑，落款的是台中周知事。
碑记上的日文记载了山冈荣老师英勇殉难的事迹。山冈荣的专长是指导农事改良，怀抱着教学的热忱，远道来台视察并担任老师，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29岁奏事，山冈荣的故乡还有两个女儿，6岁大的亭子，4岁大的陈子。太太沙娃爷当时还怀着三女儿寻子。时间的长河冲淡了记忆，褪色的故事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这里。一面伫立在石水科溪旁的纪念碑，一段80多年前的真人真事，一位舍己救人的日本老师，还有一份无限的追思与感动。清明节固定有人到此整理除草，纪念碑直径10公尺的周边环境还算整齐。当年石水科溪上的便桥早已不在，随着公路的普及，此地人烟罕至，外地人想要到此瞻仰追念，没有事先问路，只怕不易。2007年，纪念碑公告为历史建筑，然而路边的指示牌一不留神就会错过。历史建筑殉职山冈先生之碑，字迹是人工手写的，感觉是刚刚漆上去的。相对于山冈老师遗爱新社，新社能为他做的应该不仅于此。山冈荣殉职的2年后，白冷圳正式通水。悠悠70个年头过去，已经老态龙钟的白冷圳却又遭逢921地震而柔肠寸断，严重影响地方灌溉与民生用水。台中农田水利会抢修之余，只能勉强间歇性的供水。事态严重，在地居民这才发现白冷圳的产权归属和营运管理纠葛不清，以致成为新社灾后重建的三不管地带。危机凝聚了社区，水圳重建工程与社区总体营造合而为一。921地震了后，所有的东西都重建了，只有新社最重要的这个主语员白冷圳都没有修理就对了。所以我们深入了解了后才知道说，白冷圳因为他是官方的水圳，水利会来代管这样，产权纠葛不清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白冷圳复合运动，组织一个协会这样，开始争取到官方的这个做这个白冷圳的这个重建的工程这样。水绿色的是旧损的钢管，天蓝色的是复建的新管，旧绿新蓝并肩而行。921震灾过后2年，白冷圳2号红溪管正式登陆为台中县历史建筑。同一年，白冷圳断水后开始复建。6个月后，新社的生命之泉复活，300多位新社居民参与了白冷圳复建的竣工通水仪式。是天意如此，是因缘凑巧。白冷圳新建通水的2年前，山冈荣为了抢救学生而不幸殉职。白冷圳重建通水的2个月前，他的事迹和白冷圳一起复活。草木依旧，溪水不改，时空仿佛又拉回到数十年前。
新社花海是这几年才开始热门的观光活动，从年度开放的参观日到几十公顷的花海节，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成果展现，无心插柳引来热烈的回响。蝴蝶兰是新社花海的主角之一，温室的设备与技术是蝴蝶兰栽培的核心基础。那这个温室呢，具有良好的温度控制，它利用风扇和水墙以及冷气的一个降温设施，可以栽培出很好优质的一个蝴蝶兰。因为有这么一个标准良好的温室设施的作为基础之下，可以让我们的试验研究改良的花卉品种更精进，也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过去五年来我们的新社花海会这么流行这么丰盛。十多年前921地震后复原的同时，政府与民间都看到了灾后的契机，民宿、景观餐厅和休闲农场应运而生。原本开设超商的黄建宗，在听了几堂一乡一休闲的免费课程后，决定买下这片八公顷大的山坡地。买地不难，开发和栽种却是费时费工。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方敲锣打鼓的新社花海节。金针花开四海，很是好看。踩着步道拾阶而上，视野和心情跟着开阔起来。随着山势起伏，迎风摇曳，一朵朵金针，一只只喇叭。金针花哦，就是古称为仙草，啊，也有是讲就是母亲花。我们这边种的是平地种，啊，也有一种叫做高海拔种，啊，平地种就是在四月底就开始开花了，会开到八月底。今天开花到晚上呢，它就谢掉了。所以金针花是一日花。采摘金针花哈，我们金针花要采，就是还没开花的，像这个还没开的，今天就要采，今天没有采，明天就开花了。若想烹调食用或是以花入茶，最好赶在花朵绽放前采摘，才能够保持漂亮的色泽。金针花属百合科，因为水分吃得很重，盆栽不易照顾，得耐心地花上好几个月。大片的种植比较好看。相较于高山品种的产地台东，这里的金针花季整整早了三个月。四季花开，新花开。目前新设的休闲农场约有十家，民宿业者多达有30家以上。相较于民宿，定位一日游的休闲农场，游客的胃纳量反而更多。一般说来，民宿20个房间，80个游客就额满了。在这里，假日旺季的来客动辄上千，是稀松平常的。农场目前可以容纳100-200人，但是停车的数量限制是业者最头疼的问题。周末寒暑假的旺季，往往多达1-2千的人潮，农场既有的停车场根本不够，游客必须自行停车在农场的山下，往往需要交通管制而大费周章。农业法规与政策的脚步太慢，让已经申请许可的休闲农场业者进退两难。相对于新社花海的行销包装，新社香菇是早已知名的特产。
新社台地的海拔在350到1000公尺之间，农作物以香菇为大宗，香菇种植面积约250公顷，产量为全台之最。新社的香菇在栽培的数量占全省60%，那一包一包的太空包大概有1亿多包。我们新社大概有1/5都是我们香菇的从业人口，所以说它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人口数25000多人，其中就有超过5000人投入香菇产业。香菇可以说是新社的经济动脉。农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剪角，用意是让香菇的菇柄长短一致，卖相好，方便每袋3公斤的分级包装。其实剪角后的香菇会让保鲜的期限减半，冷藏后最多只能存放2个星期。百年前的日据时期，埔里已经出现人工椴木栽培的香菇，将木椴打洞植入菇菌，让菌丝长满椴木后再浇水敲打，而后长出香菇。半个世纪后，俗称太空包的木屑塑胶包栽培技术彻底改变了过去香菇培植的方法。目前新社的总种植面积高居全台的60%，台湾也快速窜升为全球太空包香菇的重镇。本地有近15家的制包厂，每年出产的香菇太空包总数至少有1亿个。这家大型的制包厂每天的太空包数以10万计的分批出货，制包、生产、销售是太空包香菇产业的3大环节。首先是制包，制作太空包近80%的主要原料是木屑。那木屑我们要混入水、混入米糠、粉头、黄豆粉，还有最重要的碳酸钙去调 pH 值。等到这个全部到搅料桶去搅料之后呢，我们会装入太空包里面，然后再打入菌种需要的菌种洞。那塞完棉花之后呢，我们就放进去吹炉。那吹炉我们在杀菌5个小时之后，吹进去无菌室里面冷却20个小时。20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接菌进去。那接菌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让它养菌，养菌养个5天到7天之后呢，就可以送到这个香菇寮去做栽种了。太空包成品送往香菇寮后，制包的作业到此正式告一段落。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太空包待在菇寮3到4个月，随着菌种的成熟，包内的内容物会变硬，颜色会变成深褐色。接下来是割包，割下袋口后洒水，让太空包的湿度保持在85%以上，促使菌丝成长。这个过程叫做走菌。走菌100天后，准备出菇。采摘香菇后，生产的阶段大功告成。采收香菇最好赶个大清早，菇面较大也漂亮。来到香菇寮里面哈，还要采香菇，很简单，我们注意看一下，其实菇大小都能吃，吃起来都一样。好，我们尽量挑大朵的就好了啊。大拇指跟食指哈，需要抓得紧这个柄，不要用拔的。我们现在把它轻轻把它一折下来就好了。好，这是完整的采菇方式。好，还没完，出菇采收后的盖包，将包口向下倒置，盖包后1天翻包，将包口还原朝上。7到10天后又可采收。采收、洒水、盖包、翻包，周而复始的动作，一个循环叫做一水。一般说来，香菇太空包可以采收4水以上。
最后的环节是销售。新社的香菇街上七八间的商家，多半是新社产地的大盘商，将香菇批发给全台的山产店，最后再零售给上门买菇的消费者。新社目前约有300户的菇农，一个太空包香菇的生产成本约15元，同行的定价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在新社专业栽培香菇的菇农，每年生产的太空包香菇约在35万到50万包左右。制包、生产、销售之外，近年来出现几家由生产转型兼销售，强调自行采摘的香菇体验农场，值得一说。菇寮的规模、厂区的地点、客源的数量，是专事生产的菇农或是批发盘商不易跨越的门槛。年约50，从嘉义过来，20多年前念的是农业专科学校。侯文亮在毕业后一开始是种水果，几年后三个同学合伙在新社种香菇，然后分道扬镳，各自独当一面。9.1 之后，地震之后啊，新社就很多的一些天然咖啡的开启啊，就有游客上来。我的香菇寮刚好在马路旁边，刚才从路旁的摆一点点的干的香菇卖，游客对香菇就好奇，我就觉得香菇不错，我就延伸让游客到香菇寮里面来看香菇，然后之后又开始在想，他想动手采摘，我们就教他去采摘，就顺手就开始开放给游客自己体验去采菇。没有味道对不对？啊，你自己采摘跟他讲，我们看看跟他讲是没什么味道。占地6分左右的香菇体验农场，一年的总栽培数将近30万个太空包。中秋到农历新年是旺季，淡旺季的游客差了不止10倍，销售额至少有30%的起落。上门到此采买干货，也就是干燥的香菇回去，占了大半的比例。干燥后的香菇才会带有香气，而且方便储存和运送。现场采摘体验的观光客大多是基于一时的好玩和好奇。在百年前椴木香菇盛行的年代，盆地的保湿特性是普里相当有利的地理条件。普里香菇的质量遥遥领先其他产地。数十年后，由于气候暖化后，盆地容易出现高温与闷热的不利因素。相较之下，年均温22.6度的新社比较不会有湿热的问题。台地的地形较为通风，夜晚也比较能够降温。新社香菇逐渐趁势取而代之。除了太空包栽种技术的开发与成熟之外，后来居上的新社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香菇的产地较为集中，有利形成产业的聚落。新社香菇的年产值已经突破20亿元，但是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环境保护与永续经营刻不容缓的议题。最近看到的台湾菇类的产值应该已经到达80或85亿，所以它成长的速度相当的快速，那确实是创造了很大的一个商机。但是我们也发现说，在这个菇产业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就是我们森林的砍伐，因为所有的这些太空包的原料，它都是从森林而来。太空包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有70%到80%它是木屑，那这些木屑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台湾的浅山的森林里面去所获得。目前台湾菇类产业它所需要的砍伐森林的面积应该有2300公顷以上。
2300公顷，面积等于两个高雄柴山，或是88个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根据地球公民基金会推算，台湾的山林面积若继续以此方式砍伐，可能在500年之内会完全消失。耐人寻味的是，现在的木屑太空包技术，或者早先的椴木养菇技巧，都是农业试验所开发或是改良的结果。科技始于人性，科技的发展往往为了满足人性所需，然而人性的需求却往往不会知足。买菇吃菇的当然没错，砍伐森林来制作木屑的太空包前置作业，消费者根本看不见。养菇卖菇的何尝不知，但香菇业者付了费用，委请民间的环保公司处理废弃的太空包木屑，图个眼不见为净。所幸这两年，农业试验所和农业改良场分别发表了用稻秆取代太空包木屑，以及太空包废渣再制堆肥的研究成果。即便改善太空包木屑来源与废弃物回收的问题需要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然而对的事情只怕不做，永不嫌晚。看尽故乡的山川，踏遍脚下的土地，酒庄妈有神无庙，绕境是不忘其本。饮水且思源，浙苗养成所与白冷圳工程造就新社百年的物产丰饶。有土似有名，新社香菇登峰造极的背后，当思林木保育与环境永续。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对新社又多了层认识，原来新社不只只有花海节跟香菇，白冷圳跟酒庄妈的信仰也是意义深远的人文风景。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中新社刘孟富区长来到现场。区长您好。佩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常听台中的朋友说新社是台中的后花园，那区长您自己是新社子弟，我非常好奇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新社如果我们以气候来讲的话，那跟大台中地区的话大概那个温度大概有相差了差不多5度左右，是，所以如果你从台中都市一个都市大都会来一直到我们新社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新社算是属于海拔大概500公尺到600公尺的一个算是一个河阶台地，那它的气候非常的宜人，所以呢我们在新社你会发觉到有一个共同点新社到目前为止很少人在装冷气，这太让人羡慕了。对，除了这一点之外呢，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新社距离台中是非常近。我们这样子讲，如果以台中市跟新社的话，大概是一线之隔。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距离都非常的近。大概你们从台中市中心来讲，那开车上来的话，以目前的交通状况，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新社。哦，那真的非常方便。那我为什么说哈？我鼓励就是说，我们大台中都会区的人会来我们新社享受这个后花园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你们在大都会里面，每天都过着一个非常比较紧张的日子，紧张，然后上班那种日子，然后你可以开个车子到新社来的话，大概差不多半个小时，是，你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感受。那我很想说，哎，你们如果上班上累了，甚至你们开个车到新社来喝个咖啡呢，然后再回去睡觉，明天再继续上班，又有活力了。当然了，所以我就觉得会把新社提出这个说什么大都会的一个后花园。那我们新社除了气候之外，我们的这个整个一个景色也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首先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影片里头一直有提到这个酒庄妈的信仰。那其实这个信仰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比较属于沿海的居民的这个信仰。那知道新社是一半是客家人，有一半是闽南人，那为什么会在一个族群融合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而且他更有趣的是他谈到说有神无庙，那这个是不是来跟我们谈谈呢？是，那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哈，这个信仰，人讲哈，土海人才去拜妈祖。我们那个山顶人为什么会去拜妈祖？很特别。这个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呢，更特别的一个文化就是说，它只有神，然后庙在哪里？我一直在想，这个当然有一些严格了。那早期哈，大概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有移民来我们这边开垦的时候呢，这些开垦的人民，大概我们以我们来我们新社开垦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藩汉共处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呢，这九个部落本来是一个聚落，然后再发展成大概周边的这个大概所谓的高尾征讨，九个聚落在这边。我们的这边的开垦的居民有时候要到东市去，因为那时候早期的话，樟脑业非常的发达。那我们有时候会到东市的山区里面去开采这个樟脑。那在有一次，所有的工人在一个路途当中呢，要到东市去的时候呢，就有忽然间呢，有倾盆大雨。那这些工人呢，就赶快到一个破旧的一个，类似公寮那个地方，去避雨。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有发现到，外面怎么一桩妈祖的神像在那边淋雨？是。那他基于他不舍的情怀呢，就把那个妈祖把它移到那个公寮里面去。刚开始也一直都放在那个公寮，也没有把它搬来新社。但是呢，在开采的过程中，因为那个开采樟脑这个区块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就要移到别的区块。那说想说这一尊妈祖要怎么办？好吧，那干脆就把它拿回到我们新社来祭拜。刚开始就也是放在家里，这个是某一个征讨的那个家里在祭拜。那我刚刚所讲到就是说有藩汉共处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这么说了哈，汉人如果来的话，大概就是有跟藩人的话会侵占到他们的土地，他一定会有产生一些纠纷。是。那原住民的话，他们大概就会会有这些出草，就是要来杀汉人来等于说回去祭拜的意思。那因为经过这个几次这个妈祖的神威显灵，他一直在警告诉说什么时候藩人大概会来出草，然后要加强戒备。是。那经过了几次以后呢，忽然间我们这些开垦的这些居民呢，才知道说，原来就是妈祖默默的在保佑我们。是。所以才呢，很兴盛的去祭拜他们。那在祭拜的过程里面呢，
每次哈，我们其他的八个庄呢，都要跑来这个庄来祭拜。啊，那时候呢，大家就会想到说，安尼嘛无公，安尼嘛唔对啊，我弄来你家这边祭拜，啊无，什么时候也再把妈祖请到我那边去，就好像孝敬父母一样。那这个情况呢，那当时呢，因为早期的时候，他们就说好啊，那什么时候开始来轮？那不好啊，过年嘛，大家热闹嘛。嗯，好，那就过年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变成一个九庄妈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是初二到初七，嗯，你只要去拜拜，好啊，跨新年公拜多一天，一到家，那就是那一天。是，所以呢，就这个，好，九年轮一次。嗯，那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说。啊，要给他建庙的意思，为什么？因为这酒庄哈，要起底底下嘛不是，要起底下嘛不是，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共识说哈，这边有没有起得到？嗯，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有神无庙，嗯，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家说哈，杀尾消妈咒，我们大概是。过年那时候就开始消妈咒，嗯，所以这个九庄妈，由来就是这样子，由来是这样子，然后的也变成是我们那九个庄的主要信仰中心。嗯，是。那其实新社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景观，其实就是水冷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可不可以先谈谈它对于当地的这个价值在哪边呢？我在想哈，白冷圳这个地方。白冷圳这个工程，这个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水利工程。嗯，那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新社的民生灌溉的经济命脉。是。没有它，那所有的产业大概都会停摆。嗯。那白冷圳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它总共哈从和平这样子，总共到我们新营这个水的一个灌溉工程，总共有16.7公里。嗯。那这么长的一个工程呢，最主要它是一个无动力，啊，无动力，这点就很重要了。这一点哦，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怎么说呢？那个郡水引到我们新社是24小时不用付费，绵延不绝。是，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嗯，所以我一直要强调，它是一个无动力，这个它的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的确，那说到这个重要性哦，它一旦被破坏的时候，对于新社当地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知道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其实新社是重创的。嗯，那我就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回想一下当时，这个水冷圳它的这个受害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哈，我们这么说了哈，白冷圳它总共有16.5公里的话，只要中间有一段是断裂的。或是有阻塞的，那他就没有办法顺顺的过去，那就没有办法了。对，所以在921地震的时候呢，大概有产生了好几段是因为崩塌，或是甚至那个崩塌把它阻塞了。嗯，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发起一个抢救白冷圳的一个大行动。嗯，这一点让我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呢？那时候呢，由我们民间呢组成了一个叫做所谓的拱缸，大家发做志愿工，要去清那个水圳。是，甚至说哈，我那个锄头啦，或是我所有的全部都自己工具，几乎全部都自己带。哇，那就是把对地方的爱，就是透过这个去把它展现出来耶。尤其这个哈，更让人感动的就是说，他们整个在清理的过程里面，嗯，你去看到那些所有的百姓。他们真的那一个甘愿付出，为新社付出，他也知道说白冷圳的重要。是。那时候清的水圳，那时候也不能说把那个大量的水放进来，那时候的水量大概1/3。嗯。等他们那公告说要放水那一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嗯。我跟所有的那个阿伯，嗯，好，还有那些就是我们新社的村民。在等待那个水的那一刻来临，当那个水流到他家的门口的时候，或是流到他家田里面的那个灌溉沟的时候，你知道那些阿伯真的相拥而泣，
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哈，什么叫做久旱逢甘霖，那一种阿伯他们的感受，真的是眼泪掉下来。那时候我看得非常感动。是，哦，真的听局长这样形容，我们都可以去想象那种画面，就是大家看到这是自己我们家乡共同的命脉，一起去挽救他的那种情感。我想一起经历过那一段的。都可以对自己的土地的感觉是不一样。那您觉得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白冷郡的修复会不会也就是奠定新社在于921的这个灾难之后可以复苏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团结的力量呢？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哈，白冷郡是我们新社的一个命脉。嗯，为什么？像我们前一阵子你看你们在抗旱的时候，新社其实不用抗旱，只要白冷郡不断水的话，我们永远都有水喝，而且那个水是绵延不绝的。从这个白冷郡的一个抢救一个行动以后呢，让我们发觉到我们对我们新社当然有一股凝聚力起来了。这股凝聚力也就让我们新社真的是更团结。是，而且就新社来在就目前来说，它虽然是以休闲农业是蛮重要的一个经济体，可是在之前它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那其实这个农业为主的发展是蛮从日治时代其实就延续下来的。当时在新社这个地方还有大南社蔗苗养成所，那其实这个也是对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等于是走向。那是不是跟我们先谈谈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我们在早期的话，现在种苗改良繁殖场的前身大概就是蔗苗养成所，是那个是日记时代的时候。那因为就是这个蔗苗养成所的存在才有白冷郡，因为这个所有的我们早期有这样子的需求才会有，当然是有这个需求，是就是因为这个蔗苗养成所它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那才有这个白冷郡的工程。蔗苗养成所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也奠定了我们新社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奠定了一个基石。是，所以除了蔗苗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农产品也是从这个种苗繁殖场出来的。那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譬如说我们这个梨子，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高阶梨的梨会是要从日本这样子进口，那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种苗改良繁殖场那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梨子，我接了一次以后就不用再接了，以后长出来的梨子，哇，这成本省很多哦，就不用每年接了。是，然后它还有一些呢，譬如说它花卉的一个这种技术的转移，他如果研究到已经成果出来了以后呢，那他也会整个移转给我们所有的新社的农民。所以其实是农民很重要的后盾呢。是。那其实谈到除了谈到新社，除了谈到水果花卉之外，另外香菇这个农产品哦，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那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背景来发展？是不是跟我们谈谈呢？其实种香菇这个，从我小时候大概就有种了，只是说它的规模非常的小。以前种的是椴木的菇，那到69年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一种叫做太空包的香菇。那后来呢，整个台湾在气候、人文、地理这些湿度来讲的话，那台湾大概现在目前产量最高的大概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社，一个是水里，南投的水里。那新社的产量几乎是占50%以上，那也造就的我们新社的很多高经济香菇这个作物的农民呢，他们发迹。真的从区长这一段的这个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新社在921之后，为什么它的重建会这么的成功？不管是社区营造，或者是休闲农业，其实都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农业基础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转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石。那是不是来跟我们谈谈哦？当初这个921重创新社的时候是有多严重？那你们又是怎么样把一个受伤很惨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家乡，把它有？在重建的时候重新找到力量。我刚刚也讲过，新社本来就是一个很贫瘠的默默无闻的一个地方，那经过了921重创了以后呢，那使新社呢，我们跟可以讲说雪上加霜。那时候我也
搭上了一个叫做所谓的农委会的一乡一休闲的这一个计划。是。那这个计划里面呢，所有的提起的都是由农会提起，唯独哦新社乡公所提出这个计划，后来我们也入选了。嗯。那时候我们也在想说，哈，新社本来就是有这么多物产的一个水果之乡，那我那时候的基本上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在地行销，南业农业转型。是。那我们从，假日市集，好，然后假日市集跟在地行销这两个着手，那农业转型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结果出来。哦，怎么说？我怎么说你呢？我们那时候就是鼓励说，哈，好，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在地行销的话，那你当然要有一些啊可看性的，让观光客，甚至我们这些过客有驻足的一个吸引他们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很多个我问说，那我们要怎么弄？那我们当然就要朝向一个叫做庭园休闲那一个方向去发展。哦，来喝杯咖啡可以坐比较久。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鼓励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就是说，你把你们所有的农舍也好了，甚至把你们的那个以前的，所有的就是那一种古老的农舍，把它整理出来的以后呢，然后再配合我们的种苗场这些花木这些来去做辅导的话，那它整理出来有一个像庭园式的这样子，让人家有一种住。可以在这边流连忘返的一个感觉，就停下来，然后欣赏你们种的花，然后吃你们的水果。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而且其实就目前来讲，不管是新社的花海啊，那或者是那边一些特殊的季节的时候有不同的水果，其实大家都很愿意去那边喝杯咖啡，然后去感受一下那边凉爽的气候，然后田园的这样子的氛围。可是有时候这个对于当地的民众，一开始可能会很希望可以会很开心说带了一些经济，可是当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担心可能对于环境啊，或者是对于当地的这个自然生态会造成一些破坏。那就您现在你怎么去看休闲农业跟以你们原来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根本这个农业经济这两者中间的平衡，你们怎么去思考呢？其实哈，我们就以花海还有跟我们在地的农业这些来讲的话，那我个人的话，我会比较着重在我们的精致农业这个区块。是。那我应该会以精致农业为主，那个休闲那一个为辅。那最后想请教区长一个问题哦，就是您自己本身是新社子弟，然后从新社的经过921之前，他的一个淳朴的农村，然后只是路过的这个地方，到现在转型成到台中之外必须要去的这个必游景点，中间的这个转变您都是参与其中的。那最后就目前来看，你怎么样去看新社的这些未来的想象呢？新社以目前来讲的话，它的知名度已经也够高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在想哈，新社的农产品有时候呢也不用太刻意的去广告。我为什么会很自豪的讲这句话？我现在我以香菇来讲的话，香菇我们这样子了，跟普里这样子的话，它整个量的话，可能内销都不够用。是。那我们再讲到我们白茅台的一个葡萄来讲，它真的就是一个外销到日本的，那它的那个价值非常的高。是。那这个也不用广告。因为外销也不够用，当然这个我们也达到了我们原本上所预计上的一个成果在这边。那我现在觉得未来我们新社呢，其实这个也是我的理想。我觉得新社到最后缺少的就是一点文采。那时候我有一个理想，既然我农业这么发达的话，种苗场又在我这边，那时候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说要把中兴大学的农学院把它搬到我们种苗场这个地方来，是让你一个学跟实习的地方能够相辅相成的话，那如果说我新社如果有一个中兴大学的农学院分校或是农学院来我这边的话，我一直在想会增加了我们新社的很多文采在这里面。是。那我也不希望我们新社呢太过度于开发，
那过度的开发可能也会造成土地的这些影响，伤害是，对，这个也是一个伤害。所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新社在发展到现在，你说它的人口一直都维持在一定的那个数字，也没有说外移，也没有说膨胀的很快，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要一直保留下去。那可以增加的尽量是以不污染为主，像这些农学院这个移到我们这边来做相辅相成的一个，这个我就很欢迎。是，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区长啊来跟我们分享啊，真的在您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在921之后站起来，是因为有新社人对这块土地共同的这样子的使命感，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有很坚实的在农业方面的经验，还有这样子的技术背景。所以任何一个乡镇如何要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如何去凝聚当地居民的这个团结的心情，真的是要找到他未来发展跟他未来的这个梦想很重要的这个支撑的力量。那今天很感谢区长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感恩。好，谢谢您。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希望下次同时间继续收看《记录新发现》，感恩。